问。大家好，我是蛋，那我是柠檬绿茶，啊不是，我是柠檬马桶啊，对啊，我是柠檬绿茶。现在我要玩的是大二，开始了。啊，我就是在旁边看他玩的，鼎鼎大名的，那个哦，蛋听我茶，刚刚突然忘记分啊，一三，哇，老师好按错了，手太紧张。搞机，操你别搞，你饿什么啦？你老饿哦，吃屎。对啊，你吃屎！阿普，是你。我被打，哼。Q 什么啦？对呀、啊。等我讲话吧，柠檬绿茶，它的简称我都叫柠奶绿。还胖是啊，烂。以前那声音一直引我，现在终于 pass。哦，五啊，我妹啊，六啊。五，哎，五一真哦。全真。顺子，对，偷手你就死定了。一条龙？没有啦，不要乱讲。搞机，又 pass 啦。我又 pass 了，他有一个哭点。这脸这样，看到就。对了，他有一个臭点了，你看。哈哈，谁赢了 ？OK， 要过年。我要 PK 吗？哎 ，pass。全什么？全怎么脱手啦？欠打要揍你哟！我一球。太那个，太欠扁了，太偏心了，应该太欠扁了。我牌有大老二哦，有两张大老二哦，这里可以保留啊，有两张大老二，两张都保留。不要出 BQ 大。对，不要输，惨了。哦，打捞二我输好没好？打捞二，大老二太强了。顺子，怕顺子啊 ！A 二三四，怕死。又是你这个女的，还是放你马，又偏心。观众一看就，我查你偏心哦。好吧。等一下，他应该那个第一名，等一下他应该变第二、第三，一
定要输。顺子，没事，你就死定。啊、有顺子，没事，等一下我就不会放开你。啊 ，shit！ 好，那搞机啊，那个搞机不知道在干嘛，看输了。哦，又是来。Pass， 哼，就知道，不可能。你看，我就知道。从那个从很高的那个地方掉到里面，你看，直接从顺这边闪一溜。六。十。A 呀。飘飘二，哦，好水 A。换你的，国小，换你的长屁勇。又重来了。哎，难道我已经？又是跑哪一个去啊？我厉害！哇，清楚！哦哦哦，这金刚狼啊！啊，看到没有？喂，我 T G 耶！我靠 ，T G 二，这太屌了吧！用 T G， 得用 T G 啦！哈哈 ，T G 很强啊！飘飘的啊，挂了。我 TG 第一局哦，哇，现在是怎样？大家要拿铁枝啊？那我的铁枝要么就不算什么，算废物，算垃圾。吼、哦，这是金刚狼吗？我靠，赢了，那么好，伪装 TG， 每个人拿铁枝，那根本就不好玩的吗？不。这一个金刚第四，哇！金刚狼还配上圣诞夜的那装扮，那才第四而已，很丑，还第四。把它当屁啊！好，来，不，哎，不能红掉梅花三。哎，你有两个大了。顺的都顺牛屁呀、啊！哎，我没有牌。全裸国手啊，屁哈！全裸国手。可怜哦，哦，酷吧 ！Shit！ 好。好，那我们的时，我们就先暂停一下。Hello， 哎、，Hello， 我又回来了。请问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，叫做《毕业歌》的那个《不想说再见》，被我改编了。我们就来听一下吧。不想走的泪珠被我自己改的，让我开启跬步，开启禅心。对不起，再一次。让我开启上限，开启跬步，下一步点燃结束。哎，怎么 shut down？ 我
喂，怎么跑出这一局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给，不是喜欢柠檬绿茶的影片，可以帮他订阅一下。好，那下次如果喜欢，拜拜，拜拜。好。